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表示，对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当地时间14号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的时候遇袭受伤一事表示愤慨。林郑月娥指出，袭击行为野蛮，超越了文明社会底线，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。她期望当地警方积极跟进，将涉案者绳之以法。